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对吧？当然啊，刚才这个数建立那么复杂，它的这个分立依据是什么？是不是基尼系数啊？对吧？你要说是别的，它不会那么复杂。基尼系数它有优点也有缺点。那我们接着来看决策树的优缺点。决策树它的优点非常明显，它的这个能够有一个简单的理解，有一个解释，数目可视化。解释是什么？是不是能够得出一些重要特征是哪些吧？就是说哪些特征是不是重要的？哎，那我就有一些公司需要有这样的企业重要决策的时候，它就由于决策树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分析能力，在决策的过程当中，我是不是可以把某些因素摆到前面去分析？是不是？哎，哪些因素重要？是不是就通过这个信息增益的大小来判断？那这就是它的一个比较好的，就是说很多企业在决策的时候，哪些因素呢占？比如说前三个因素占主要的，是不是我可以通过决策树这样的一个理论去给它建立啊？好，那么它呢很少需要的这个数据准备，其他数据需要通过归一化。哎，这个地方我们数据有没有进行归一化呀？没有吧？当然，这个字典数据都是要去进行修改的。那么它的缺点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，它呢可以创建，但不能很好推广数据过于复杂的树。那这个地方是不是我刚才得出的这个数是不是特别特别复杂啊？但是啊，复杂的数不一定在测试集里面表现得很好啊，这个我们会解释，对吧？你的这个数很复杂，但是在测试集里面的不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些样本点如果说异常的点你都考虑进去了，是不是有可能预测的时候这些正常的点走的时候就走错了吧？在你这个数从上往下按你条件一走，是不是容易走错了？所以这个地方啊，它呢，我们把这种现象，就是说你在训练集，哎，可以达到 99%、98% 或者100%的效果，非常好。但是测试集不能达到很好效果，70%、80%这样的效果，我们称之为过拟合啊。明天我们会解释这个词的。那这个地方，那我既然决策树有这样的一个缺点，那怎么办呢？是不是要解决这样的缺点？那我们有两种解决方法，一种是减脂，减脂意思就是什么？是把你最后的这个结果，最后那个分的太多了，是不是把它这个砍掉一下，把这个树相当于是砍这个树枝一样，把这个树枝砍掉一点吧。那这个砍掉点不是你自己去计算砍的，而是可以通过 API 指定。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哪些参数啊，在决策树 API 当中已经实现啊，已经实现了这样的。那随机森林，哎，它也能够解决过拟合这种情况，这个等一下是我们要讲的这个算法。当然这个算法就没有那么多要介绍，因为它的原理就是决策树的原理。好，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减脂到底是怎么减的呢？其实在我们的 decision tree 里面，它是有两个参数的，看一下，我们点进去看，这里面有一些参数，其中有这样两个参数，注意了，我们先不看别的，这样两个参数，刚才看到是 max depth 吧，这里树的深度，还有一个是什么mini sample split 和 mini sample leaf， 这两个参数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在分这个数的时候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数啊，它是一个减脂过程，就像你把自己的这个叶子节点给它减掉吧。那怎么减呢？它是判断的，我们先放大一点看一下，这里样本有多少个，这样本到了这里有多少个，一个吧，分类到这里是不是有一个样本啊？到这里是有61个样本，这也就是说，那刚才的那个参数干嘛的？就是指定，如果我分到这里的样本数少于两个或者少于一个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个东西就不要了。比如说，这棵树里的这一部分就没了，能理解吧？它就重新再去用这个东西规则呢去进行，那也就是说这一部分全都删掉啊，都没了。那如果说你是大于指定的这个数，大于指定的这个数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数啊，那你就可以什么，哎，就可以去在这里，你可以当做叶子节点，它主要针对的目的啊，就是针对叶子节点啊，这样的一个叶子节点，它的最后分到这里的数量少于多少或大于多少，它进行减掉，能理解吧？这减掉其实就是去减过拟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，防止你的数越来越大，对吧？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最后分成什么？这里一个，这里一个，这里一个，这里一个啊，几千个，就是每个几千个都有自己的位置，是吧？哎，是不是这样的话走的话，是不是走到自己的位置？就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，我们上午举的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啊，这里看到这个地方，这棵树对吧？虽然这个树不复杂，每个样本进去是不是都会有一个
自己位置，但是你会发现我走到这里走到这里是不是都意义是不是一样的，也是见，走到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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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每个样本是不是都是不见嘛？那所以为了他为了把所有的数据都能拟合进去是干嘛，再加的更深是吧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个结果，就是这里也不见这里不见这里是见见见，对吧？那所以他这个数呢就造成结果越来越深，对你的结果呢就越来越不好，越来越深啊，对测试数据局来说你并不是一个好数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两个参数，对吧？我们这里就不用决策树去看一下这个参数怎么调了。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种感激方法，叫做随机森林啊，随机森林。那我们可以说一下，这个随机森林呢是使用的比较多的一种算法，它的效果或者它的准确率是非常非常高的。那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啊，先把这暂停一下啊。